星级论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星级论证，我是星展银行的周国威阿迪。由今个星期开始呢，我们星级论证的节目就有全新的形式去见大家的。每星期呢邀请到三位城中著名的股评人或者财经界的 KOL 去为大家介绍一些短线的短炒机会。话明短线，我们就以一个星期作为出入的参考目标的。首先提下今个星期的国师至国常呢，揀的就是看好中移动的选择，看看公布了第三季的营运数据之后呢有没有向上的机会啦。另外两位嘉宾呢揀的都是汇丰，不过一个睇升，一个睇跌。红磡索罗斯咧就觉得短线汇丰仲有向上冲嘅机会。至于80后投机客 Alan 咧就觉得短线汇丰系有机会回调嘅。咁睇下一个星期之后咧，几位嘉宾嘅表现如何啦？咁做相关部署咧，我哋星展呢个适合嘅论证系俾大家参考下，可以留意翻荧光幕嘅右手边，又或者咧嚟紧嗰几日继续筹意我哋星级论证嘅节目，睇翻每位嘉宾详细嘅分析嘅。